到二手房，视野还是不错的。所以现在入户门用了指纹锁，可以用指纹和密码两种方式开门，省去了每天带钥匙的麻烦。入户门里层是白色的，和墙壁颜色显得比较统一。由于房子采光一般，所以餐厅和厨房的柜子、置物架都用了白色。相对于深色，白色可以让你的房间变得更明亮。定制的餐边柜中间镂空，摆放了艺术画，也可以给手机充电或者让猫咪小憩。除了大门旁边的鞋柜，餐边柜侧面门打开，从下到上也是一整排鞋柜。由于餐厅只有8平米，所以餐桌买的是90公分直径的圆桌，圆桌非常适合小户型餐厅。相比较四条腿的桌子，这种郁金香桌只有中间的撑角，线条简洁，不占据过多空间。这个餐厅灯我当时觉得不就是上下三个碗扣一块吗？但它其实是个网红款，有很多颜色搭配。一把餐椅是 TONE14号，它的座面是藤编的，后面可以看到我们家有很多藤编元素的家具和收纳盒。另一把餐椅是宜家的，透明材质可以让餐厅视觉上更通透。厨房门用的窄框玻璃移门，让餐厅和厨房最大限度借用彼此光线。厨房也用了大面积白色，地砖是木纹砖，墙砖是15×15的小白砖，刷了灰色美缝剂。之后我会分别出厨房、卫生间、客厅的 vlog， 详细分享我的装修经验，也请大家关注支持我。广告回来，厨房台面用的还是白色石英石。现在基本还不太渗色，所以石英砂比例应该还行。这里工作区做了一个台高，在配菜和洗碗的时候腰就不会弯太低，站久了人会轻松很多。由于配菜时需要较好的照明，所以在橱柜底部加装了一排感应灯，小手一挥灯就开了，小手一挥灯又关了。这株麻醉木买了半年了，叶子已经比以前稀疏了很多。水槽和龙头用的是 Blanco 的，水槽做成台下盆可以更好的清理台面水渍，而石英石水槽的视觉效果和耐磨程度都比不锈钢水槽要好很多。这个松下的三门冰箱因为进深很深，所以容量快接近对开门冰箱了。这个自动制冰功能在喝饮料时就很爽了。这里有一根杆子，上面绑了一个塑料杯，可以猜一下是派什么用的。第一个猜对的人我会送一个小米感应灯。卫生间只有可怜的 3.4 平米，卫生间旁边是次卧，所以在次卧入口这里砌了一堵墙，这一块地方划为干区，释放了一部分湿区的空间。卫生间里地砖上墙用了白色和灰色两种颜色瓷砖，因为这套房子没有阳台晒衣服，所以买了美诺的烘干机和洗衣机叠放在一起。马桶原本在这个位置，正对客厅，非常不雅。设计上移动了坑位，让马桶躲在了墙后面。但是移动坑位是有堵塞隐患的，因为下水管多了一大截。所幸这个松下马桶的冲力非常大，而且还有自动翻盖功能，运气好的话可以和猫咪一块拉屎。卫生间和厨房的吊顶都用了白色没有花纹的铝扣板，这是不想做石膏板吊顶又最接近石膏板吊顶视觉效果的办法。来到客厅，客厅的颜色主要是黑色、原木色和绿色，沙发是 Noho 的，电视柜、边柜、书架是 Jordan 的。如果你喜欢实木家具，这两个品牌的设计和性价比是挺不错的。除了我们两口子之外，我们家两只猫也很喜欢这个植物园。这植物园有绿萝春雨千年木、小手球、镜面草、前缘类、苹果、竹芋、空气凤梨、钻石吊兰。谢谢以上植物的精彩演出。日落黄昏的时候，坐在这个角落欣赏着窗外的美景，此时非常适合拍照发朋友圈。说一下照明，现在非常流行无主灯设计，如果你喜欢 ins 风格、北欧风格，或者不希望自己的房子装修成样板房，建议跟我一样用射灯跟筒灯。传统的吸顶灯将整个房间调整统一的亮度，而射灯和筒灯可以营造出更丰富的光源效果，让房间更有空间感。轨道灯还可以调节照明方向，强调你想突出的部分。如果你喜欢工业风，那可以用黑色的轨道。所有射灯、筒灯这块的成本是4000块钱。地板挑了浅原木色是为了让房间更明亮，选用了书香门第的3层实木复合地板。之所以没选多层实木复合地板，是因为装了电地暖，3层实木复合地板的胶水更少，加热后释放的有害物质也更少。如果你喜欢中央空调的造型，又和我一样预算不够，那么风管机就很适合你。它和中央空调的区别是，中央空调是依托 N，
只有一台室外机，而分管机是一拖一，有几台室内机就有几台室外机。分管机全屋装下来成本要便宜很多，我选的是松下的，三个房间的成本是 1.8 万。因为我这栋楼沿街，我对噪音比较敏感，所以把窗子都换成了中空玻璃加夹胶玻璃，也就是说一共是三层玻璃，这比单单中空玻璃的防噪隔热又提升了一个级别。我演示一下，效果杠杠的。主卧的配色是米色和原木色，做了一个转角衣柜。前段时间我们开始喜欢海岛酒店风，把原来的胡桃木梳妆台和原木色床头柜卖掉了，换了两个藤编床头柜。这两个床头柜到过后真是惊艳到我了，有没有一点度假酒店的感觉了？我老婆有点洁癖，那只蓝白长毛猫又经常大便后会踩到自己屎，所以在卧室门口加装了栅栏，不让他们俩进房间跳上床。次卧室功能房运动、工作、看电影都在这里。装修房子时一直想刷脏粉色，又不敢大面积刷，就在次卧做了一个尝试。这个宜家的柜子可以横着放也可以竖着放，但竖着放会让视觉上压力更大。现在写字桌、边柜、沙发的高度都在75到80公分，视觉上比较统一。这把椅子是仿造索奈特32号椅，淘宝上价格在8000到1600左右。这个飘装呢，我老婆平时在上面学画画。